来哦，这就是白同学上新的艳阳下的小宠儿，这三只蛇蛇，啊，这卖人讲要饲的时阵，迄、那个过滤还先啊关掉，因这卖这三只已经会完啊。我反正伊足介爱食料的，来哦，仔细看哦，仔细看来。吃虾虾吃了，你看你看你看，开始这就这你看，又跟了，哎，那你夹要馒头呢？啊，万一这支触角无多吃，哦，袂满只讲，伊这是啥？伫遐根本无人咧甲饲啊，完全无咧饲的，直接哦丢吃呢。我、哦、很像在夹馒头了，我、哦、手真灵活呢。我真灵活的。哎，周生，你好，你周生，哎，食足紧的呢。哎，足枵的啊。伊敢那那秘书咧夹馒头咧啊。对啊，被红动作失误啊，想袂到伊来遮煞被红失误糖起。对啊。我方阿做种感觉足特别的，来，过来。好。人本来被红做失误的。被红做失误啊。哦，饲这虾仔真好耍嘞！你看啊、哦，伊会敢那那像咧食馒头安尼丢夹落哟。你爱先饲太过虾。会蜂巢的。蜂巢。以为细只虾仔咧食，无啥物。对哦，你看。会丢食落呢？伊而且你夹足够夹的呢？哎呦，想过去，哎呦，我决定要来买恁个较大只来食。好变态！哎，买当是买一只上大只来饲哦，会好耍嘞。你过饲量会好啊？量公巴伊甲定，饲量会好哦。量来先分先还。哎，这无偌久就食了了呢。伊甲干起哩呢，哦，夹袂夹嘞？有迄两公手伫遐钓啊嘞，伊讲不用干。三两下，他就完全吃光光了，像在夹馒头一样。丢夹呗，好。这出去之后，我发现养泰国虾很好玩。